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荣哥。新春铁道不知不觉也开服了四个月左右了。关于常驻的角色，一直以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专门做视频。就目前而言，我发现绝大部分的玩家对常驻角色的游戏理解啊，老实说还是不够刻度，不对，不够深度。就在此前，我在视频里面这样提出过，布罗尼亚是在所有的常驻角色之中，不管是星魂的设计还是专武的设计，都有一点显得不同寻常。于是我发现有很多的观众其实并没有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对布罗尼亚的整体的设计也是显得有一点云里雾里的。说丫丫跟希儿高度契合，但是哪里契合呀？大家好像又搞不太懂，让我意识到是时候该搞波大的了，专门搞一波视频好好讲解一下。董哥，你说达雅在设计上高度适配银河希儿，但是为什么很多玩家却说布罗尼亚跟刃更搭呢？所以我相信今天这个视频将会改变很多人对布罗尼亚的认知。首先上来首当其冲，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彩蛋吧，就是有不少的玩家其实不知道，那就是布罗尼亚在拉条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选择自己的，并且还是有一段特殊的动画的。有一部分玩家其实不太理解，那就是为什么日语配音的布罗尼亚感觉有一点凶。实际上搭配这个动作，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气势如虹的感觉实际上还是拿捏的挺好的。我觉得单纯的可能就是他的理解，就是布罗尼亚是鼓舞全队士气的指挥官嘛，所以选择了比较硬气的声线。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布罗尼亚老婆的表情都是奶凶奶凶的。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这个布罗尼亚自己拉自己有什么用？问得非常好，没有任何用，你实战是不可能这样去玩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专门的动画和语音呢？这么讲究的吗？设计组拿个公费夹带私货捏表情是吧？其实也不是这样，布罗尼亚拉条自己这个行为本身在一开始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有意义的，这个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听说的。在早期布罗尼亚是可以自己拉条自己之后马上行动，并且可以再一次自己拉条自己，然后释放大招啊，触发专武，战绩点就回复了，然后再拉条希尔，这个设计成为了过去，最终被放弃了。但是这个动作和语音本身呢还是留了下来。听到这里，也许有玩家会去想，这凭什么一个常驻角色居然可以做这种逆天操作？所以后期肯定是基于考量，这个角色设计的不能够太超模，所以做了一定的调整也是情理之中。但是你从初期的设计就可以看得出来，布罗尼亚是多受到偏爱的。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将全面的讲解布罗尼亚的整体设计，尤其包括他的星魂的解读。达雅他本身是常驻角色嘛，所以即使是普通的玩家也是蛮有概率以后会获得布罗尼亚的星魂的。那毕竟隔壁原神有不少的玩家，他明明一分钱都没磕，却不知不觉七七给歪满了，对吧？我其实时不时能够在我的视频下面看到有一些玩家说，我就是个月卡打，迪卢克已经15命了，怎么歪来歪去就是同一个人。事实上我在星铁的零磕小号不知不觉白鹿也已经歪到了3命还是4命来着。所以说常驻角色这个就是看命的，你有时候歪起来你也不知道会逮着哪个角色一直歪到姥姥家去的。大家都是有希望的，一起把心态放平，顺其自然就好。我们先把话题回到布罗尼亚本身，因为星铁都已经不知不觉开服四个月了，太基础的东西，念技能呀、数值之类的，我就不重复做了。你应该能够在网上搜到很多视频。我们今天直接走高阶一点的知识以及实战经验吧。上来首当其冲，布罗尼亚的让人非常差强人意的星魂一，释放战技时有50%的概率回复一个战技点，该效果有一个回合的冷却时间。这个怎么说呢？为什么说这个星魂一是比较差强人意的？因为有一部分玩家把这个星魂一理解成每两个回合回一个战绩点，那实际上从长线来看的话，它这个其实是类似于你抽卡的小保底的反过来的那种机制。抽卡的小保底是你没抽中下一个必中，然后布罗尼亚的这个星魂呢是你抽到了下一回合必歪。所以从长线来看的话，布罗尼亚的星魂一其实是每三个回合回复一个战绩点，不是两个回合。这些呢就同时首尾呼应了我前面的说法，布罗尼亚的那种早期的设计啊，拉条自己拉条自己，开个大招再拉条。对，你们有没有发现呢？刚刚好是三个回合，回复一个战绩点，开个大招又回复一个战绩点，他实际上只花了一个。从期望上来说的话，所以早期的丫丫的设计那个强度真的是蛮逆天的。但是你现在来看的话，他毕竟星魂一是三回合回一个嘛，所以布罗尼亚的星魂一虽然很关键，但是仍然还是稍稍有一点，就你感觉两个回合回一次就更好了，对吧？众所周知，小丫银狼的设计是1+1的舒适区，因为0+1的银狼它的那个终
结技释放是非常卡手的，而太鸭在设计上跟小鸭比起来，同样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专属光锥，但战斗还未结束。这张童鞋光锥是非常吃香的，因为它是少数的一上来就提供了 10% 的能量回复效率啊，这里是经典五啊，叠影一的情况下是 10% 嘛。要知道能量回复效率在铁道里面是不允许你随便堆叠的，所以拥有充能回复效率的武器一上来就赢在了起跑线，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看一下它这个被动二，在对我方目标释放终结技时回复一个战绩点，我天哪，这个是纯粹的机制型的光锥啊，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玩家非常喜欢去商城换这张光锥的原因啊。可是这个光锥这么强，怎么可能不加以限制呢？所以很理所当然的，我们在下一句就可以看到，每两次释放终结技只能触发一次，加上这个条件之后，这张光锥看起来就要正常很多了。你需要注意的是，像御空这种终结技矛头直接指向敌方的童鞋，使用这张光锥是没有用的，至少战绩点是不会回复的。然后第三段的被动，当装备者释放战绩之后，可以使下一个行动的我方其他目标造成的伤害提高 30%， 持续一回合。所以布罗尼亚的专武一上来那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它居然有三段的特效，第一段是提高充能效率，第二段是回复战绩点，第三段是为我方队友进一步的增伤。这个专属光锥呢，其实其他角色用起来是不太舒服的，因为它讲究你配速了，并且还看你终结技是否面向敌人，但是布罗尼亚使用这张光锥的时候就是无脑全部吃满的。唯一要说可惜的地方就是这张光锥它精炼起来不增加终结技回复战绩点的频率以及增伤持续的回合数，这两点是非常可惜的，但是无所谓，我们先不管这些。大家可以看到布罗尼亚在一加一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战绩点的问题是会得到大幅度的缓解的，从吃点大户进化成了虽然不能完全自己，但是却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产自销的角色。像银狼他毕竟有活动专属光锥嘛，所以零加零也不至于卡手，卡手的是零加一啊。但是相对而言，灵敏的布罗尼亚如果他连专武都没有的话，那确实是比较卡手的。不管是大鸭还是小鸭，在两者都一加一的时候，双鸭队就变得非常成型并且非常强力了。关于布罗尼亚的新魂翼以及专属光锥本身是非常的好理解的，所以绝大部分的玩家都认同一加一提升是非常大的，争议不过是在零加零嘛，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常驻角色，并且在商城都可以直接兑换专武的情况之下，绝大部分的普通月卡玩家或者无氪玩家想要入手一加一的大鸭也是迟早的问题罢了。在聊完新魂一之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走，后面的领域可就有意思了。布罗尼亚的新魂二快速行军，释放战绩之后被指定的我方目标在行动后速度提高 30%， 持续时间一回合。这个新魂二其实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呢？它其实基本上就等效于被布罗尼亚拉条后的角色在下个回合速度值提升 30%， 也就是说这个基本等于布罗尼亚把角色拉上来之后还马上的不慌不忙的为角色穿上一双速度鞋。因为在现阶段即使是速度最低的角色 30% 速度折算下来也比一双速度鞋子的主丝条要多，并且大家要注意，这个是在我方目标行动之后速度提升 30%， 这一点就非常关键了。为什么呢？因为星铁的移动它本质上是在跑圈嘛，可以确保角色在行动之后在下个回合速度提升 30%， 这意味着这个角色在下个回合它是能够吃满这个30点左右速度的所有的增益的，这个是极端优秀的定点提速机制。这就好像你用那个蓝色的网盘下载一些比较纯洁的温馨的电影，你一开始咬着牙不想买会员，结果发现下载速度太慢了，你本来想忍着点，但是下到 50% 的时候你实在忍不了了，花钱开通了会员，那个下载速度就飙起来了。你想想这不是亏大了是吧？你还忍了3个小时的 50K 的下载速度，那不如从一开始就直接开会员了。而布罗尼亚的这个恶命，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它是在你下载纯洁的影片之前就先给你开通了快速下载的权限，在设计上面是非常的合理的。并且这30多点的速度是二魂以上的希尔速度突破200点的关键点，关键的阈值，有不少玩家误解成一个角色133.4以上就可以每个回合动两次，实际上那个只在第一回合可以做到的，如果你只打零回合的话134是够的。布罗尼亚的这个新魂二可以保证希尔在移动的过程中非常舒适的压在即使在常规回合也可以做到两动的阈值上面。可是这30多点的速度，你别说希尔觉得舒服，其他角色其实也挺舒服的呀。大鸭的新魂一跟新魂二都是相当不错的，提升部署新魂二给被拉条的速度提升角色30多点，这个不是很泛用的速度拐吗？我可以拉刃呀，我可以拉警员呀，我拉影月它不香吗？你希尔有啥特殊的？ OK， 在这里
东哥就要给大家上一点硬的，要听清楚我前面所提及的重点，那就是速度阈值超过了200点的希尔。在这里我们稍稍停下来聊一聊一套谜一样的仪器，那就是风套。两件套效果还算是姑且泛用，风属性伤害提高 10%， 给刃也好，给单横也好，过渡都是非常好的。可是四件套效果就比较的迷了，当装备者释放终结技后，17行动提前 25%， 这个看起来好像又不是输出角色的仪器啊。你可以看到有一部分主播这样去推荐这东西是给 Bronia 的，但是他们好像说不出具体的原因，只是单纯的觉得现在风属性的非输出的角色就只有 Bronia 一个人，不是给 Bronia 还能给谁呢？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实战经验更加丰富一点的主播会这样主张说 Bronia 不太适配用这一套风套，因为他会乱走，会让 Bronia 乱跑。那么你们认为正反两方谁说的对呢？认为这套就是 Bronia 的仪器的扣个一，认为不是的扣个二。事实上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前面两波的主播玩家说的都是正确的。从逻辑上来说，你用排除法这套东西肯定就是 Bronia 的专属仪器了，但是从实战来说，确实这套仪器又容易让 Bronia 乱走。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呢？在这里就让我来给大家揭开奥妙吧。我们上一组希尔的实战面板，我们可以看到希尔连续两个一之后，配合 Bronia 的拉条，把自身的速度提到了210左右，不仅成功跨过了两栋的阈值，并且与此同时在希尔进行完一次的进攻之后，你们知道轴会变成怎么样的吗？到了揭开内裤的时刻了，有没有领悟到其中的奥妙？你看看这个轴，看看 Bronia 在哪里，大家不妨把视频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 Bronia 能够跟上210多速度的希尔呢？没有错，奥妙就在风套上面了。 Bronia 这个角色的设计，它的强度模型数值最终结算下来，你会发现它的速度是在145前后浮动作为大毕业的，而这一套风套在其释放终结技之后，是能够等效把 Bronia 的速度值拉抬到190到210之间的。你们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吗？这个意味着 Bronia 会一路飙车飙到上面，跟希尔进行贴贴。到这里我就给大家解释清楚了，为什么在搭配绝大部分的角色的时候， Bronia 穿这一套仪器会显得他一个人在前面胡乱飙车。他实际上是去找希尔了，他是想一个人冲到前面去找希尔贴贴，但是你队伍里面却不一定有希尔，才显得非常的奇怪。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实战经验离游戏理解都很好的主播，有时候却发现不了这个盲点。因为这个其实是基于恶魂的希尔加上恶魂的 Bronia 的一套组合战术思维，他首先对账号的刻度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发现不了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零回合打得多了，你就会发现这个其中设计上面的小细节。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猜想，就结合我的实战经验啊， Bronia 每次拉条希尔上来，然后两个人贴在一起疯狂操作一顿之后，心满意足的进入下一轮的行动，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的这种机制上的设计啊，就是 Bronia 每一次拉希尔上来，然后两个人同时进入下回合，它的设计逻辑是什么？它的设计逻辑其实是在调轴，你不管希尔怎么乱蹦，它终究还是会被 Bronia 拉回来，然后两个人重新出发， Bronia 会贴在希尔的身后。哎，我怎么感觉又回到了剧情的那一刻，就看着他们两个在疯狂的撒狗粮，然后却容不下野，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啊，不，我来的正是时候。所以 Bronia 跟希尔这两个角色其实设计上是非常用心的。有时候有一些观众会问我，怎么有些角色的视频做的特别多，然后有些角色却做的特别少。哎，你要有东西给我讲，我才能做出视频来，你这个设计的细节我发现不了，或者是它本身就不存在，那就没办法凭空做的。我其实不是什么职业主播，我单纯的就是一个玩家罢了，单纯的就是一种小孩子的心态，看到非常有意思的速写体，解起来有意思的动力就上来了。哎，不过说到这里，你们可能发现进度条还有一半，对不对？没有错，你可不要以为 Bronia 跟希尔的联系仅停留在星魂二，我们接着往下看。星魂三无聊的数值命座跳过，我们直奔核心的星魂四，攻其不备。当我方角色对弱风敌人攻击的时候， Bronia 立即进行一次追加攻击，造成普攻伤害 80% 的风属性伤害，实战之中会表现成现在这个样子。先是希尔对敌方进行一次普攻，随后 Bronia 马上进行追击，大家注意在这里造成了巨额的风属性伤害。于是看到这里，很多玩家可能就懵了，这多一次刮痧有什么用呢？我相信游戏理解比较好比较聪明的观众此时也许会说，哇，注意看一下左下方 Bronia 这里充能稍稍上升了一点呢，优化了 Bronia 的整体充能表现，是关键的星魂
魂提升巨大。但是我相信此时肯定也会有反方的观众这样说，你要对弱风的敌人才能够追加攻击，就这在这里大家再停下来思考一下，去想一想正反方哪一方是对的呢？认为优化充能确实关键的扣个一，支持反方弱风才能够追击实在鸡肋的扣个二。其实再一次双方的意见都是对的，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前面的那种看法其实也没有错，毕竟你只能对弱风的敌人释放追加攻击的话，这个局限性就很大了呀。但是此时你再看一下银狼跟希儿这一对组合，有没有发现一些什么奇怪的地方呢？没有错，在此时银狼笑了，我不小心挂歪的风属性弱点居然还有这种作用啊！对天生弱量子的敌人的时候，为敌人直接定点风属性弱点更是一种正向收益。没有错，希儿加上双鸭的组合，它的精髓就在这里，一旦银狼挂歪了弱点，它进行普攻的时候，布罗尼亚是会进行追击的，这就导致了布罗尼亚是在所有的辅助之中进入量子队之后挂歪的损失是最低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配对啊，如果你一旦挂上了雷弱点，那个停云是肯定爱莫能助的，也没有办法为大家提供啥回报的。但是说到这里，也许有些人就要说了，那不过就是稍稍再优化一下大鸭的充能而已嘛，看似跟银狼希儿确实又多了一分的联动，但是这个收益好像有一点蚊子腿，仅仅为了这一点能量大输特输似乎也不合理，难道不是吗？就在此时希儿的星魂六就映入眼帘了。我们都知道希儿的星魂六是为敌方挂一个特殊的终结技 debuff， 对不对？在处于特殊的终结技 debuff 的情况之下，敌人每遭受到一次攻击，希儿的星魂六就会发动一次，没有错，就是你们现在在屏幕上面看到的这一段七万的伤害，其实就是来自于希儿的星魂六额外造成的伤害、这个如果是在先周六蹭那些金鱼的减防的话，轰伤100万是不在话下的，就是需要带御空调一下速。我跟你们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在挂机的时候，布罗尼亚的追加攻击突然发动了，然后我当时也就比较自然的瞄了一下右上方那个大数字，突然之间发现布罗尼亚一发枪轰过去轰了10几万的伤害，我当时就震惊了，啥情况？没有错，你们猜中了，其实是布罗尼亚的追加攻击激发了希尔的星魂六，在吃了拐的情况之下，布罗尼亚自己一炮上去就10000多呀，但是一旦激发希尔的星魂六，恐怕就直接轰上了7-8万的附加伤害加上来了，于是就看到右侧的大数字直接结算出来了6位数的伤害。在这里希尔跟大小鸭就形成了一个连锁逻辑的闭环，银狼伤到了量子弱点皆大欢喜，伤到了风弱点也不亏，甚至在面对本来天生就有量子属性的敌人的时候，你为敌人植入风弱点，不仅能够激发天赋的额外全属性减抗，并且这个大鸭追击激发希儿六命的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最大化的激发队伍的伤害潜能，在一个移动回合之中完整吃满希儿的星魂六。这个一环扣一环的设计老实说看起来还是挺美的，是不是巧合我就不知道了，呵呵，但是多半也不是，大小鸭和希儿之间的配合确实是相当的不错的。我们都知道在现阶段官方已经放出了下个版本的角色的例会，量子存户复选马上就要登场，在我看来最强的量子队在现阶段仍然都毫无疑问的是三量子一风，因为在高配的情况之下，布罗尼亚是唯一进入三量子队之后这个逻辑的闭环是最为紧密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甚至面对天生拥有量子属性的敌人，为他添加风属性弱点也是绝对的正向收益。当然逻辑归逻辑，思路归思路，实战中想要打出这样的 combo 还是非常难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其实我已经是故意的把轴扭曲了，小心翼翼的把敌人削到剩下一点血了，再让希儿开炮的才完成这个大炮打蚊子。如果日后量子同鞋出来了，你就算希儿可以不借助环境 buff、注意我说的不是先周六那种敌人会给自己减防的猴戏、我是指即使有一天希儿在混沌时对单直接轰上100万，那又怎么样呢？你银狼吃一点小拐直接轰上30万，布罗尼亚一枪追击打上10万，第四个队友量子属性的啊，我不知道是谁，反正也可能轰上去也是20-30万的。这些思路听起来都非常的虎，但是敌人太脆了，如果真的放手去排轴，这个敌人早就没了，哪来的靶子呢？事实上我昨天也不是没有尝试去小奥了一下，结果往往都是先让银狼打一个普攻，同时激发希儿的六命和布罗尼亚的追击，但是在布罗尼亚追击之前，银狼本身普攻带着希儿的六命轰上去就是将近10万，敌人直接就撑不住了，因为你本身叠拐也需要做前戏嘛，希儿得开一次大招先的，简单排轴了5分钟，后面就懒得凹了。你混沌时除非来一个单体 boss 300万的，不然你量子队强度再高，那敌人一摸就没掉了，你也使不上劲了。
只要敌人够脆，不同的队伍就没有差距，我真的哭死。至于布罗尼亚的星魂六就显得比较简单，不需要太多机制上的解读了，单纯的就是战绩的增伤延长一个回合。虽然延长一个回合的 buff 本身是比较 nice 的，对所有的角色都是比较舒适的，但是要考虑到布罗尼亚的专属光锥它本身持续又是只有一个回合嘛，所以在这里还是稍稍有一点割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毕竟还是常驻的光锥和常驻的角色，不希望全方位给的太过于奔放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有点像是银狼都已经给了这么多了，那总得下一点点小毒吧，就把酒三杯让你自己第一次进攻吃不到自己的专武一伤。由于希儿的星魂六它本身是结算的希儿的实时面板，甚至还独立计算双爆的，所以在希儿行动完之后还独立的额外保存一个回合的 buff 在后台，这个本身也是有一定的战略价值的，虽然它的光锥还是没有给满两个回合是比较可惜的。所以解读到这里你也许就明白为什么我平时会这样说了，布罗尼亚的设计看起来是在有意的迎合希儿的、当然两个角色之间我的星魂246在迎合你的星魂246这种话说出去对于绝大部分的玩家听起来像是有一点空中楼阁的感觉吧。哦，人均满命了，董哥你又在这里分析满命满金，你已经忘记了做视频的初心了，看你的视频的抽满命的有1%吗？告辞了，哼。那反正布罗尼亚他是常驻嘛，也没啥好着急的、我相信看我视频的应该没几个会把常驻池子磕穿的吧，如果产生了类似的冲动一定要忍住啊！你不是职业主播去抽常驻池子超亏的，听我一句劝，对于磕的比较多的玩家自然歪满就好了，用不了多久的，再加上星铁这个游戏各方面优化都做的相当不错，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也不会常驻的角色永远都不 up 之类的，在某个时间点单独开一个池子，然后玩家点进去可以自选一个常驻的角色 up， 我也是一点都不惊讶的。在现阶段我认为大家随缘就好，并且谁知道呢，后续也许会出布罗尼亚的 SP 的嘛，量子属性毁灭命途之类的，也有可能是量子丰饶穿着护士装的，终结技一放就是上去打针的，来把赶紧安排搭在公屏上。哎呀，你们之前就是没点正经，一天到晚就想这种不纯洁的，你们摸摸自己的良心问一问自己，逼大守护者穿护士装这个合适吗？这个合适的不得了。哦，没有，我意思是合适不了，不了合适，合不了时。不过老实说啊，布罗尼亚出 SP 的可能性我认为还是蛮高的，因为常驻的角色跟四星角色出 SP 是相对而言怨言是比较小的，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逻辑啊。就比如说我不是听到有不少传言说什么后续几年也要出 SP 之类的，这个可能性我是非常的不看好的，因为你这么频繁的给限定的五星角色出 SP 就稍稍有点过了，因为铁道是有星魂系统的，你跟真爱党说哇，这个几个月之后我们再出一个同样的五星呢，只不过星魂让你重新抽过，你会怎么想吗？这就是为什么像单恒这种四星角色出 SP 相对而言你会听不到一点的怨言，布罗尼亚也相对好很多，那毕竟专门花钱去磕穿常驻池的人应该还是比较少的，全服算下来有没有100人都不知道，那还能闹出啥事呢？再加上磕穿普池的玩家一般不会这么暴躁的，那至少多半是不会因为一个布罗尼亚出个 SP 就破防了。哎，没事，我代表他们了，你们护士装出就完事了，你顶多也就撑死听到一些小抱怨说什么我常驻300抽给了布罗尼亚之类的，但是那个也不矛盾呢、铜鞋的大压本身也很好用嘛，所以我个人的展望是后续布罗尼亚出 SP 的可能性是远大于希儿跟警员这些主 C 的。不过在视频的最后我还是点评一下中低刻度吧，事实上在现阶段即使你没有高命座的希儿跟丫丫，在我看来他们两个的适配度仍然是非常高的，因为搭配警员神君吃不到丫丫的增伤，搭配刃他的攻击力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加了个寂寞，而相对而言布罗尼亚在搭配希儿的时候他的增伤逻辑是完全对得上，有一部分星铁玩的没这么深度的玩家可能第一反应的逻辑是希儿这种速度这么快的角色，布罗尼亚这种铜鞋挂上去的 buff 一下子就给他跑完了，我相信前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弹幕对不对，希儿不适配布罗尼亚就是因为他跑得太快了， buff 消耗得太快了，事实上你多凹几盘混沌零回合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那就是希儿这个角色他其实本质上是爆发型主 C， 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他的特殊机制在线本质
就是在银河回布罗尼亚的，因为他实战中是可以做到斩杀、大招、在线、在线连续的特殊回合全都不计入回合的前进上面，就导致实际上你有时候会看到在战场上希尔虽然活蹦乱跳蹦来蹦去，实际上他还是在进入同一个回合之中的。而在爆发期之外的希尔呢，伤害本身也比较的低，他实际上是不需要布罗尼亚的 buff 有多强的覆盖率的。现阶段很多玩家玩星穹铁道，由于资源的缘故，游戏理解仍然卡在一定的地方，主要是因为他们练度没有上去，导致有好些角色的评价实际上是卡在瓶颈上面的。典型的例子就是银狼嘛，你去借一个那种难民银狼，穿着量子套双爆30+60的，零加一还拿着专武卡手的要死，那你肯定会觉得这个角色不太行的呀。还有就是希鲁瓦呀、三月奇这种，其实都是有一点吃练度的，就导致了他家感觉这些角色完全担不起大旗。而相对而言，像是艾斯达也好、布罗尼亚也好，或者说罗刹也好，这类全部捡破烂的角色，在现阶段他其实评价上是有占了很大的先机的。再加上绝大部分的玩家在开服期资源都倾向于全身心的压在五星的主 C 身上嘛，典型的隔壁点秋香开服的评价也不高，那个时候有这个精力去顾副 C 的玩家还是比较少嘛。就目前而言，科满体力将近70级的科老啊，这其实已经基本上大概能够窥窃到一些未来的环境了。而普通玩家也大可不必感到焦虑或者着急，因为你们迟早也要走过来的，知道一下是没有坏处的。当然虽然布罗尼亚在设计上面它是契合希尔这种浓缩爆发型的角色，但是确实也得承认，如果一加一一个一都没有的话，用起来确实也卡手，在实战之中更加考验玩家对技能点的分配，对实战经验的要求也是显然更加苛刻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一加一对于普通玩家而言是可以解决的，大压压不过是常驻角色罢了。你说你300抽舍不得拿来换布罗尼亚的星魂衣，那至少专武还是能换的嘛，300抽直接溜一个大压是一点都不亏的，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去做一个抉择，着急是不用去着急的。在现阶段对于常驻角色大家保持耐心就好，反正角色的设计上的深入分析听一听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吧？ OK， 关于布罗尼亚、关于量子队、关于希尔，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如果感觉到有意思，不要忘记点赞、投币、分享、开启小铃铛。点赞过我们到时候再挑一个常驻的角色出来做全面的深入的分析，后续的视频将会更加精彩。 Stay tuned 一键三连关注的频道，后续每天更新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